千米还跑起来。
说完肥滋的话，当时还可以说出肥滋，怎么不说话？感觉好像有点多动静。说的话只会害了你，要说话的怎么可以不说呢？咱两句吧。
把你眼睛焊在了直播间呢？你在我今天，我今天一直以为我没有过去星星，我刚刚不相信我过去，因为我当时开播前看的时候还是在二星三，就是三星一点没过。然后前面还有人专门送了一个飞机，我心想还差个五十过三星，然后我看了一下榜单。不对，我看了一下福星还差多少，我看了一下，咦，怎么过了？怎么还卡在四星上？我好奇怪，我看了一下，哦，可能他们今天的撞粉刚好就有两个撞粉，应该是今天到就续学亏一块。为什么亏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你们都几点睡啊？没错，我说你没关系，我现在都不用我自己的那个抽，我现在都用他发给我的抽，下次。现在就睡，好，大家早点睡。晚了，晚。等他站起，没有什么想听的吗？有什么想听的吗？你看这个衣服，对，但是我没有头发，隔着我又不太好看。欢迎大大。后面它很奇怪，因为我想要头发就是挡在这，你看，要是没有头发，它这个我觉得瞬间就感觉不一样，就一定得哪怕放一点点，有吗？可能我自己没听见，因为我把那个声音开得很小声。就怎么也得你们觉得放后面，可是放后面没有东西去遮挡，就但是咋看就是他如果放后面的话，就没有东西挡一下这个肩膀这块，我就觉得不好看，就感觉就不一样。对，就是那种一下就拉边
餐桌。这样也挺好的。这是个袖子，狗年这是个袖子。感觉我这个就是这个开了跟没有开一样，有点脏，就好像开了跟没有开一样。确定带不坏啊？没有啊，你找一个，但这个有点大。我找了一个我的吸管，但是呢，这个吸管。我记得我前面我有记得干嘛花我就记得我花了一个吸管，我原来还放了几根吸管在这里变什么话。几根细的，然后都找不到了。因为开了滑了。
没有在喝水，不然这下我就是呛到了，怎么个怪了。我应该是感觉要长脑袋了吗？我开一个武汉试试。小的吸管 找不到，我不知道去哪里。我还放了几根的那种，然后反正就都不见了。看我分享一下。紫色还是那天的红色要看，但是这件只是上衣哟，那件是裙子。嗯，有点找不到我的心。去哪里了？怎么不见换掉去，你感觉这个它有点厚，就这件衣服，因为它有两层。Thank you.
什么什么啊？什么礼物都差点忘了，怎么就溜了呢？真的不打算等我一下吗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什么东西？下播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还在的。快点啊！那也听个心跳吧。说好了听，就是要听。Thank you.
救救孩子吧。我都换掉衣服了，等一下我把这个卡在地下，我都把衣服给换了，又有不出来。那我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，真的要看我出来吗？过个恶心吧，好吗？我已经把衣服放了，放掉了。我先把这个卡到底下。那可以过恶心吗？先把衣服给换掉了。咦，说换就换，快吗？这个时候我都想带起我的小熊了。我刚把粉色灯牌看成了粉红色灯牌，谢谢小姐出的粉色灯。还可以吧，看一下，我觉得这样还是要戴这个。可能因为不是颜值的，他就下次我可以挂到颜值区去，然后你可以浅试一下。是的，因为我知道颜值区可以。